你想听真话吗？张国荣说过，爱情要从一束鲜花和一顿告白开始。你不要以为他经常和你聊天，到早安晚安甚至秒回就是爱上你了，这只能证明他很闲。记住，有时间就和你聊天和专门腾出段时间和你聊天根本就是两回事儿。这话没毛病吧？